这个车辆的话，进入武汉，首先它是需要一个你的出示的那个健康绿码，然后其次的话需要你的身份信息，然后如果说有必要的话，还是需要你当地的接收证明，有这几样东西的话，你才可以顺利的这个进入武汉。大型的货车的话呢，基本要求是差不多的。首先是要核查它的体温有没有发热的情况，然后再要就是对它的那个车体进行一些检查，它的后备箱、它的车上的一些装的一些物品有没有违禁物品或者有没有野生动物。哦，我只是看到这辆货车有这个通行证哈。您是那个回家的吗？家在武汉是吧？嗯。是出去过年，然后今天是第一次回来是吗？嗯。是从哪儿回来？从荆州那边。警官，其实想问一下，像小朋友也要申请健康码吗？对对对，每个人都要有的。您是今天要离开武汉是吗？我是回老家的市。那你老家去是要回哪里？回汉川。现在是要去登记是吗？对呀、啊，对、啊。那边已经有接收的人准备。对对对对对，有接收证明。